各位听着默契，这样讲来讲去，都知道。反正本来我们就是自信，本来都是很明空清净的，是我们妄想执着把它覆盖上，甚至把心所显现的都当作真的。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妄念本身即是法身啊，所以一切不过是内心显现的一个现象，它毫无真正存在的。所以，当然你要了解这个，你还必须从乱里面去看到你的不乱啊。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重点，当我们心起心动念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是你的问题，不是外界的问题啊。就是说，不是别人惹我生气的啊，是我内心闻鸡起舞，起心动念了，离开我的自性清净了啊。那首先你要给自己一个这样的一个见地，再讲，就是说这是一定的，这是我的问题，所以你就要让它平静下来。当你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原来智慧就在这里面啊。所以，就像仁波切说的，这个嗔恨心一起来的时候，你不要随着它而起心动念，你只是看清楚它，它就会成为一个大圆镜智，这么干净清楚。所以，那这个世界就让我们随时在起这个五毒烦恼乃至六毒，但是那你必须利用这个境界来修行。当然，就我个人来讲，菩提心是一种责任。特别这个时代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复杂的时代，欲望、魔、嗔恨。为什么？因为透过网络所以时时刻刻都有好像在监督一样，透过网络快速的传递。就像我现在，我连休息的时间都不太有，因为很多人打到我的网络里面，微信啊、微博啊，我的微博已经累积了将近7000封信还没回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微信这部分我就尽量回，因为他写的都是一种苦，我实在很，我就觉得我自己要这么慈悲实在很困难啊，因为时间不够用。而且我能够去回答的有限，因为他问我的是有些不是超出我的范围呢，他病得要命是什么原因，身上什么债主，当然我们就念药师咒回向来冤亲债主，这样子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一定要找出他的病因，乃至他的债主，他如何去跟他忏悔，这样还不够，你还要借这个机会告诉对方。怎么去做？但是这些病苦，如果你本身没有经验，这些心理的痛苦，你本身没有经验，那你告诉他有一点困难。比如说，你本身是爱生气的人，因为嗔恨而造成高血压的人，那你现在过来了，你要有这个实修来告诉他。所以我这样说的意思是，事实上这些忙碌都是一个助缘，它让你更了解苦。而且我刚刚讲，现在是一个欲望的时代，那欲望的代表就是魔，所以这个末法纯粹就是魔的时代。那魔会透过各种爱情、经济、金钱、政治各种方法来渗透，就像各位大家都拿3G、4G、5G 以后，那都在你身上了，因为连接了，连接了。所以我当然一个人要发起真正的菩提心，乃至按照今天仁波切所说的这样来实修。所以刚刚仁波切要我上去吃饭，他马上问我刚刚讲了有用吗？有用吗？当然我的回答，
我说仁波切讲的这些东西书上都有，多的是。他说呢，不深刻，没有透过仁波切的实修，因为仁波切他就给我说了，他说是，我这些都是被关在监狱里面，手上没有半本书，我就会凭着他的上师所讲的这些方法来超越所有的痛苦，所以对他来讲太深刻了。只是他给我说，现代的年轻的法师甚至上师仁波切都没这个机会了，因为非常痛苦的时候，他必须安住在，知道一切的痛苦啊都是虚幻的，都是唯心所现的，所以他说他没办法按照书上这样去说。当然我也回答说，书上说的我们看了都会睡觉，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就像达摩祖师一样的一心传心的对峙，还是感受到仁波切的苦的过程里面，然后来跟我们说法，又说了这么自在，所以当然我要说的，包括刚刚现在这个社会这么混乱，我们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这个大身体变化的压力，你的亲人种种变化的压力，整个政治上甚至现在的报纸媒体天天都在给你很大的压力，如果你没有悲心就算了，反正你就看八卦，但是如果你有一点点的悲心，那怎么办？这些事情怎么办？所以因为既然我们要去修慈悲心，你不能置之不理，就像各位刚刚讲的，我这么多人传简讯给我，正在开刀，正在怎么样怎么样，希望师父加持，你不能跳过去，因为你说你在修慈悲心，你无论如何要为他很认真的助念回向，甚至跟他说我现在在法会，我会尽力，请你放心，不要急，你应该怎么做我也会怎么做，你要给他一个依靠，所以当然这个依靠过了以后，佛法力量，我觉得佛法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啊！事情就会过关，大化小，那后面就会产生更多的执着了。为什么他就哦，这个好，他就什么事情都来找你了，所以你说不帮助，不慈悲帮助，那你就要承担更多更多的所以。但是事实上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个成佛的助缘所以在这种社会这种状态乃至诱惑这种状态，就像莲花生大师说了，这个时候铁鸟在空中飞的时候，你只能用密法，会流行那密法跟我们汉传事实上也没，但是这个密法的意思各位都知道是一种不间断的正念，那你必须把佛号也好，这咒语也好，心经也好，就像仁波切说他死了，他的生命就是佛子行三十七颂，你要把它很正确的用在你心里面，用在你心里面而显现出来去调伏自己，又更能够去净化世界。所以我又把刚刚仁波切讲了一点点跟各位在提醒而已所以仁波切说，宗教无论如何是为了自心的祥和以及外在世界的祥和，所以我不能觉得自己的法门好或不好，不能有这个主题在这边，自心的祥和，保持极静，外在的祥和虽然万象变化，但是它的本体是一样的，所以这样我们跟世界也没有对立因为这个世界也是我们内心显现，内外都是一如了。所以我们讲菩提心，这个菩提它就是一种净化那我们的主题来净化什么？人我执跟法我执。人我执各位都知道，贪嗔痴啦乃至修持身法的不要执着身体是自己的要断，法我执就是有分别咯
我觉得这个好，那个不好，就对外在世界的分别。那仁波切讲了三个重点，我觉得太重要了。所以观修持无量心，可以消除当下的由我执所生出来的烦恼迷惑。简单的说，观修无量心可以去除我执。进一步观修世俗菩提心，那各位千万不要把观修就坐在里面叫观修啊，观修是在你实际的利他的行动里面，我们去布施，我们去放生，去做烟供，我们正在持戒。那这个世俗菩提心就是六度波罗蜜，你要把所有的行动都融入在六度波罗蜜里面，这样去实修。那这样呢，那你就可以消除法我执啊，就是对宗派、对外在的一切的分别。然后进一步做的时候，又进入圣意的菩提心。那这圣意菩提心就是我们讲，在你做的同时，你不能执着有一个你、有一个我，或者这个事情叫三轮体空的这种圣意菩提心。那这样才可以证入空性，所以当然这是个很好的重点。但是我想观修是在利他的行为完成的啊，所以如何让我们时时刻刻内心里面真实的生出佛法的力量？所以如果我们对佛法有这个信心，而去修持慈心悲心，那真的可以消除我们内心的贪心、害心、邪见啊。所以慈就是给众生快乐，可以消除你的贪心；悲心就是要救众生，可以消除你的嗔害之心。因为这样慢慢消除我慈，所以你可以去除邪见。所以那我们必须利用各种境界去生出来对佛法的信心跟力量。就像我现在在这边讲，我必须要一直去了解这里面意思，而且希望做的让各位认为说我有在做。因为仁波切会有最后讲了一句话，这总的佛法来讲就是对上师的信心啊，万法总结为对上师的信心。这一点我想各位是法师，各位是会长联络人，如果别人对我们没有信心的话，那我想再好的法对他都没意义，他不相信啊。那我想各位这两天看到仁波切的样子这么老，但是他很精进很淡薄，你很容易相信他啊，所以而产生一个虔诚的信仰，这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你如何让别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放弃我们很多世俗的习气烦恼，你必须放弃掉啊。简单说，没有资格抱怨，没有资格生气，没有资格贪欲啊，没有资格去做那些，显现的只有一种幽默给别人快乐，自在给别人快乐。所以为了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到一个乃至一句阿弥陀佛的重要，你要体现得很好。这就我个人来讲，因为我每天在外面跑来跑去，要去面对很多我认为帮助很大，因为我时时刻刻要保持那个样子，特别照相机、摄影机都在我面前。他们在捕捉，当然可以捕捉不好的画面，也可以捕捉好的画面。但是因为有这个世俗，这叫世俗菩提心，我想要帮助，那比较容易达到这个。内心里面要保持这样的虔诚、深信。啊，所以当然讲到人格如何让别人完全相信你而相信法，那当然也是我们自己对
对上师乃至对三宝的这种信心啊。但是我发觉现在的社会比较难，因为相信自己的比相信别人的多哦，所以这里面有两个的，对三宝上师的虔诚的信心跟对众生广大的悲心，只有这两个样，这两样让你达到极净空性啊。所以为了众生你必须要这样啊。那当然广大的悲心在这么复杂的事情里面，甚至很无理的过程里面，可是看到别人很多不清净的那一面，你还是要一直告诉自己保持真正的悲心，他再怎么不好我也会多回向给他啊，而不是去批评他。所以有一点一定要确定，凡所显现的一切都是内心所显现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啊。这一点能不切不断的强调，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当作你的见地啊，要确定这样而已啊。所有的痛苦也是我们内心所显现的，因为我们起了分别心。所以说当我们的五毒烦恼我执一升起，轮回的痛苦就来了。当我们时时刻刻在利他的心态的时候，那就是五方佛的净土跟加持了。所以我想被伤害也好啊，你都不能有一种失去利他的心态。所以做个菩萨是一个开垦者，开阔者啊，菩提萨埵不是光对你自己，除了用菩提来净化你自己，你更要用佛法来净化整个世间。所以你要去突破万难。我个人倒很期望各位有开发的精神，我们不是要去开发我有新的信徒，不是那个意思，是把佛法进入还没有得到佛法滋润的这些所谓的受苦的如母有情，一定要尽力。所以你不会说法，你就站在十字路口发传单，微笑亲切给他一本书，在蔡奇亚门口。所以你用便当，你用钱都没关系，你用助念，我很虔诚的帮你念阿弥陀佛，没有什么花招，没有什么悲心让别人感受啊。当然慢慢的悲心强了，智慧也会开，你也会知道跟他说相应的对治他烦恼的法，因为你关心他嘛。所以要随时保持在利他的精神里面。所以佛教里面强调了，各位经常看我讲了五方佛也好，无色起也好，讲的是地水火风空这个身心的世界。那这些身心的世界本来就是内外一体的，我们自己这个生命也是地水火风跟意识啊。意识的本体是空性，地水火风的本体也是空性，那外在的世界也是如此。所以仁波切说这个要经常去透过境界，当我们跟他有一点对立的时候，哦，他是树，我忘了我跟树是一体的，他是山，我跟他是一体的。所以各位最好做一种禅修，就是主动的把自己的血液完全融入在外面那个溪流，它会流到山下，流到大海，流到世界，我跟水合为一体啊，把我们的呼吸变风，把我们的身体变成这些树有形的，真是动物的饲料，把我们的温度变成太阳啊，所以把我们的心事跟所有有情合为一体，因为你我是一体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所以众生就像母子相遇一样啊，众生也有一个有意识本体的话，我跟他一样，原来你是我的母亲，还是我是你的母亲，我们是一体的，要融入于众生。那这些太好了，因为这些重点呢，各位
我会把今天或者这两天仁波切讲的赶快弄成录音带给各位，就纯中文的，你切切切切切就好了，那各位就拿来戴在耳朵，录在你的手，不断的听啊，因为这些重点你抓到了以后啊，那其他的你再以这个重点去看经典啊，去做什么都方便了，因为你知道，那但是各位一定要熏修，所谓禅修就是不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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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当然就像仁波切说，你干脆把三十七颂背下来啊。当然三十七颂这次又出了一本解释本吧，是吧，慈爱的实践听说有拿到我们道场，没有你在这边请，当然各位也记得注印是吧，啊，多一点，当然你送给别人最好是你已经在这上面实践了啊，这是个责任。我觉得像我自己送书给别人我都看过一遍，我自己也愿意去做啊，做得好不好另外一回事，我走我这个方向我愿意去做，然后再把这个就像我已经吃过觉得好吃的东西再送给别人啊，会印出去给他让人家了解。所以这里面讲了一句话非常好，时时刻刻要祈请加持，升起出离心啊，就像各位念杜母仪轨也好，或者菩提道次摄诵，他都讲要把这个祈求三宝加持你有空性，有出离心，有大悲心，安忍，你要不断的祈求啊，因为一离开出离心就是痛苦，一染上什么就是痛苦，特别我们出家人身体，我想出家人没有家庭没有爱情这些东西，他剩下一个身体连身体都不行，都会觉得他是时时会败坏的啊，要这样去，就像当然我现在跟人家说身上有运行在走，我要你关心的不是关心你自己痛不痛，而是关心那个可怜的冤亲债主啊！就像一个女居士，后来她在病痛，她问她，我们说：“哎，你身上有两个堕胎胎。”她马上跪在那边哭，我很感动。一般人是说：“哦，那我怎么？”因为她不想要痛，她不是，她想到是她那两个小孩，她居然都不知道她还在受苦啊。一般人不太容易，一般讲的是我的身体不要痛苦，而不是他啊，所以你要很积极的为对方那个苦，那是因为他的苦而关心同样的所有堕胎胎儿的苦而尽力啊。所以诸佛菩萨都是从菩提心而出生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内心不清净造业，那就会受苦啊！就在祸业苦，祸业苦，迷惑必定造业，必定受苦。这不是光讲你，这是所有众生都在被这个迷惑烦恼所煎熬。所以，真正的怨敌，那么要去了解。所以，那就是我们自心里面的烦恼，众生的烦恼，这些伤害到自己。所以，要有这个出离心，不要让自己被他卡住了啊！就像你现在看报纸，你看到一个性感的或是恐怖的镜头，你稍微多看两眼想一下，他就会伤害到你了。所以现在你被侮辱了，被批评了，不顺你的意了，你想要 A 他想要 B， 你开始有点起心动念，你要小心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当然我们人很容易去批评对方啊，那个，但是你要随顺因缘，因为对方的不好不要干扰到你，对方的不好只是我们的悲心啊，我们可以修安忍，还要感谢对方，你要用这个正念，而不能随顺这个不好的心态，离开菩提心就不可能成佛。所以重点我写了一句话，无论如何每天都要找机会观修啊，而且变成24小时吧，就像我们这几天不断的要上课，不断的要上课打坐也好，就让我们连续这样的7天非常好。
那最好各位叫每次给自己很多的事情来做修行，但是对方的苦本体也是空性，只是他不知道。当然我们先帮助他得到暂时的安乐，但是就近的一定要告诉他啊，这个本体是虚幻的，但是如果你没办法证入，那就一心念佛求往生净土也必定可以了。因为有些人我们佛教讲易行道跟难行道，这个易行道就是难行道就要靠这辈子努力吧。啊，就像刚刚仁波切讲的这些，你要自己去实修，这个叫难行道。但是对某些喜欢的人还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呢，我要强调的是，你听完这一课，所以师父对不起，我要去闭关好好修。那你又搞错方向了。啊，重点是这些法你熏习以后，站在汉传佛教是在利他的行为完成，不是利他的心，而是行为中完成。啊，这一点是我必须强调的，不然你就会把闭关当作修行，那其他生活就是烦烦恼恼、是是非非啊，这是脱离主题的啊。所以，当然讲到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大家来参加？因为各位已经在利他的行为当中正在实践了，这一点是我们的强项，非常好的，非常好。哪怕放生、烟供、助念、关心老人，办法会、办道场，我们都真实在做了。但是我们欠缺的是这种心离细论所以要让内心离开这些无明妄想你要看到真相。但是你要在事情里面去做就像一个医生吧，我经常跟他们说，你做医生最好的观修是，你把你自己当作药师佛，你把众生当作你妈妈，这叫悲心；你把你自己当作药师佛，叫菩提心、前进心。那没有一个病人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大悲心。这个时候你就一心一意的依他，叫空性所显现的智慧，你会产生很好的空性，不是没有，是不分别，却很会依他，很维系的帮助他显现的是智慧。所以波罗波罗蜜多，为什么？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对方离苦。讲起来简单，但是我发觉有时候我在跟医生在见面，有没有这样做啊？忘了所以有一个中医很厉害，他就把我送他的药师佛就贴在他在按摩那边，这样给他天天看我每次去也是加持那一张药师佛，因为他这个床上要躺很多不一样的病人，然后希望药师佛不断的加持。但是如果能够透过医生这样来做的话，医生我会觉得说做起来很轻松你为你自己做事压力很大，你为众生做事做义工做得很快乐我们把自己的我是佛陀的工人没问题，我来把佛陀的功德智慧来透过不管做什么布施给卢母亲的这个人或这一群人身上，就保持在这种状态当然这个首要的条件就是四无量心，就是说你要有大悲心做根本你有这个大悲心，然后对三宝对上师有虔诚的信心，要这个点要有，然后你努力去做，这样就好了，没有高没有低。我有时候会发觉大家比较盖住自己的力量，就是说不敢显现你的力量，因为但是显现的是我的内念个性，我看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我行我不行，那个都是一种习气分别心，因为这里面没有谁高谁低谁行谁不行。今天你爱一只狗，看到它流血的时候你冲过去救它，那个就对了，因为那个叫慈心你不会分别太多。但是你看到一个人有时候你会想太多，
所以就把自己的这种佛性的智慧力量障碍住了。所以当然我们必须去练习，对，不断的去找机会去接触这一点。就像我们在医院，我又不是医生，但是我对佛法有信心。医生不过是个助缘，医生也不会放弃病人，给他药，给他开刀。但是我代表的是佛陀的力量，为这个病人祈求佛陀对他的加持。这个时候，我们成为一个媒介，身口意专心的来替他念个佛、念个咒，乃至对方不是在跟不喜欢听念佛持咒，你在安慰他的时候也是这个力量，因为声音随便你显现，但是这个心态是如此。那个时候佛的力量超过一切，你要有信心啊！这个世界哪怕每个国家都产生传染病，但是菩提心的力量不可思议。那这个菩提心的力量，你要透过你的悲心跟信心，各位才不会畏畏缩缩的怕我做不好，我讲不好，我念不好啊，那这样你就覆盖住你自己的自信清净的那面。当然透过利他的过程，就像我很喜欢带大家放生乃至做烟供，因为你不会怕这些鱼啊动物，甚至各位做久了你也不会怕这些鬼到地狱，你还破地狱咒普招请，但是你就是要很认真。那连地狱你都可以打破了，这一个病人算什么？叫我演讲算什么？叫我啊表达思想，这个我都不会畏惧的。你要愿意啊！当然，这个信心是透过你的修，你有在，你每天都在练习。就像我们每天做排位回向，都很认真啊！当然，有人问我说：“那你为什么？”法师，我们在回向都没撒米，你干嘛撒米撒水？我说我要跟他接触啊，这个是对我是一个，你也可以不用做啊，你用心接触就好了。但是我这样接触，对往生者有一个感受，我已经发觉到了啊，所以我身上随时带着米，只要写完牌位我就放米，跟这个生病了加一颗甘露丸，旁边要放一杯水啊，因为经幡奏起。我都随时准备好，因为这是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对他是一个对他有帮助。再来这些米，我会跟这个往生者说：“你吃完了，我又替你布施，窗户打开，布施给法界众生。哎呀，你功德无量啊！又让他感受到那种慈悲布施的，我替他喷水啊，我喷给法界众生，功德给你。除了给他滴一滴水，外面也给他喷水。”就像我拿钱给我妈妈，我妈妈说不用了，我说不用，好不用，我用你的名字去帮助其他老人，她就高兴了，这样啊。但是我要让她看到有这个东西，因为世俗的，就叫世俗的波罗蜜，还是要跟众生之间有一个实际的布施、持戒、忍辱等等。那当然，这些各位可以不断的练习，因为菩提心。是承担所有法界众生的责任啊，一直让他们离苦为止。为了如此，我必须保持菩提心。虽然我们还没成佛，但是菩提心就是跟佛，菩提心就是佛的心，用佛的心来做事情。你用佛的心来做事情，你就得到十方诸佛共同的加持。所以你要有这个信心，再大的问题我都不畏惧。那最大的敌人是自己的扭扭捏捏，自己的脾气，自己的烦恼嫉妒看到别人好自己就不舒服了。就像一个女孩子，她看到她的先生跟别人讲话，她自然而然升起她的强烈的嫉妒心，而不是菩提心她自然的，那这个就是自己要去降服了。因为你认为这个是所谓刚刚讲的见机，是我认为他不应该有外遇，你不能有这个想法。我认为他要忠实我，你不能有这个错误的见地啊。我认为我这个身体可以活着，不会得癌症，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错了
癌症属于任何一个人，包括出家人，包括吃素的人，所以变化无常，这个都是很容易的。就像我第一次，我人生第一次去一个大公司上班，很认真。结果那一天他们打电话叫我提早回公司，我才发觉所有的人，包括那时候的经理，包括我最好的同学，因为我才去那边的，因为他说我不去，他不去，我只好把我很好的工作放下去帮他。一回去叫我把手提包交给他们，干嘛？你是个间谍。经理说，泰国公司现在开除你，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带，就出去。那我还问了同学，那你呢？我不跟你讲话。你看啊，每个人都变了，这个叫无常。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点，这个世间越努力哦。当然后来我想这个事情，这是我福报，因为这一家公司，我一个月帮他拉了将近200团泰国，因为我觉得泰国很穷啊，我想尽办法找团给他们让他们希望富有。但是后来想一想，这是错的，因为这个200团都是去造业的，都是去造业的，所以三宝就来给你一个无常。所以当时候你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但是事后你会觉得这个叫三宝的价值。那我只是做一个比喻啊，就是说，今天你回去了，门给你锁起来，你家的工人说对不起了，房子变我的，我名字改好了。那你要说好，那这些状况，请你要接受，这个才叫正知见。见地，万法无常，诸法无我，万法虚幻的，一切唯心所现，你不要被他拉走，你要恢复清净，所以只有悲心。那这些你要把它，所以可能各位在做事的时候，必须从做事利他的过程找出自己的缺点。不圆满的那一部分，这样你才没有浪费你在从事利他的过程里面，你可以找到缺点，更能够学习别人的优点，所以你明天会比今天好，后天会比昨天好。你要一直一直一直，这个叫淡念无常，胜勿放逸，要精进。因为这个世界啊，少数少数人真正在发菩提心，少数少数，我们愿意担任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分子。但是如果就像台湾就好了，台湾如果按照佛经有一个真发菩提心的菩萨，这个台湾就不得了了。在经典上，菩提心的力量啊，你供养100000万亿阿罗汉，你还不如供养一个发菩提心的人一口饭，不分在家出家。所以我想，就是各位你要去承担这个菩提心，那从菩提心里面再来要求自己，叫半世禅修，现在叫观修。所以半世禅修藏传没讲，没有，经典里面才有。你要把观修的菩提心用在利他的事业上，去成就万事，万行无愧。那各位在做事的过程，千万不要得到别人肯定。我发现现在很多人很喜欢得到被肯定，你只能讲他好，不能讲他不好，他没进步的空间了。甚至一人做大，对，就认为你不能，不要看到这是我的专业啊，这是我的工作啊，不然我不干了，你找别人干，你就惨了所以这个心态，就是很可怕的心态那各位这一点要非常非常非常小心。就像我处理人家婚姻问题，太太都说，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早就死了，他怎么可以背叛我？我说他可以背叛你的，这个家不见得要有你，你搞不好离开了，人家过得倒很快乐但是一般人他没办法，这个就是没有真实的修处理心，因为他还有所执着。所以当然讲到这个，因为你要实践真正的菩提心，
连这个都要把它去除掉，啊，所以你必须要去检查你的起心动念。当然，摩诃讲了，所有的念头，那么都是妄念，但是你也不用怕，也不用执着，因为它本体是空性的，啊，是法身，好好坏坏，都只是一场戏，我心里所现的，就像你做梦，对不对？梦到很恐怖的，真的，你下地狱也是一场梦啊，也是一个心态。当你心态一清净了，地狱就不见了。当你心态来对立的时候，它永远都在。所以这个对立，跟事情、跟人对立是最恐怖的心态。但是别人找你对立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有没有对立。千万不要怕对立，也不能怕面子。失败成功，你要把这个恶缘的消除掉。那我想讲到这个禅修，为什么一直强调在利他里面和达到这个？因为大乘佛教离开利他，你这个禅修意义没有嘛？啊，但是在慈悲利他的时候，不但自利，又可以利他。在利他的时候，你又完成了自己消除我执，啊，升起责任感，发起菩提心的时候，还可以达到真正的空性。啊，那简单的来说，发菩提心，深信因果，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你用菩提心为因，你就会达到上品的果，成佛的果。但是你要深入经藏，因为你才知道怎么样帮助众生的方法啊。所以，因为法门无量誓愿学，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而且最后一句话最好，劝进行者，我们要有那个责任，千万不要。各位有，我们有这么多中心了，我很担心一点，就是说，我们中心自己在成长，但对邻居左右、对外在没有在推广。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的信徒多跟少，而是邻居左右、整个县市上，他们对佛法的学习程度如何，你要去关心。啊，比如说道场在屏东。那整个屏东是我们的管区、责任区，而不是我们的道场啊。那当然，站在菩提心不是屏东，而是整个法界啊。所以我想各位也应该保持这个心态，时时刻刻希望不要保护自己的贪嗔痴我慢啊，要打破它。这个叫不杀哦，你要发漏。愿大家加持，全部能告诉我，用你的方法告诉我，我的问题在哪里，我执着在哪里。当然这里面各位要有柔软心，就是说当别人跟你说，你要很柔软虔诚感恩的接受，不要弹回去，不要置之不理，那你别人就没有进步的空间啊。所以除了自己努力的按照经典来观修，三十七颂来观修，仁波切的教法来观修都可以，但是时时刻刻接受别人的引导，你做的越大要越谦虚啊！你要做越大，你就越不能够接受别人，那就比较痛苦一点。所以因为我们一定要找出不圆满的那部分，因为你心圆满了，你所做的事情才圆满。所以按心按照佛法，乃至佛陀在你心中，那就更圆满去做这些事情。好，所以我简单的做一点点报告。刚刚有四个字也很好，这是密乘的重点：恶谛双运，它叫双运双运啊。那各位要。现在真的网络很方便，你就有些问题你不要在这边问啊，名相你不要在这边问，因为就像今天多杰老师，这个要问的是这个法怎么修行这样啊，名相的问题你网络一打进去它就出来了啊，你要自己花点时间去看。所以现在你可以把整部的佛学词典融入在你的电脑手机里面，一打就出来了吗？要花点时间啊。就像今天一直提世俗啊、圣义谛啊，啊，那你要负真的要负一点责任，因为你是法师，
我再强调，我们出家人，你是法师，你必须专业，不要讲个人的想法。就像一个律师，他要讲的是法律，不是我觉得你可爱一点就判少一点，钱给我多一点，不要判啊，凭感受在做事情。那我们居士大家也在推动佛教办很多活动，如果本身对法没有政治正见或悲心具足的话，也会扭曲佛教。所以因为我们已经在操作佛教，操作佛教不分在家出家，因为已经影响到这个世间啊，那我想我们就必须在真正的了解自己有没有菩提心，也愿不愿意再修行，还是我只是为了一个被尊重，乃是一种占有欲，一种好像有在做事啊，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发心，反而会有障碍。嗯，所以对我个人来讲，宁可不做，但要做一定要符合戒律菩提心，不然不要做啊。所以如果做的是完成世间法，那就像我一样，老师在海外有很多地方是用我的名字去得到他的经济，或是他买房子，或是干嘛，我们都心知肚明，因为他不是为了真正的利他，他只是啊利用这个名字，他可以招来很多信徒，可以增加他的寺庙道场个人的想法。当然我还是不会太排斥，我会慢慢跟他给他几次的机会说一说，我不行不行就放下吧啊。所以那这一点当然我们自己动机调得很正确吧，所以一切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让众生成佛，所以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将会好一点。所以如何让自己进步，而且不要执着地方，不要执着场所，不要执着人。因为有时候我跟哎，你们两个三四个要不要分开？哦 ，no， 不能分开，分开不能走啊，那会觉得很痛苦。所以当然有时候，如果真修行的人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啊，人事物地点都不能执着，哪个地方可以发挥，可以利益众生，这是我应该做的。所以这样比较符合真正的出离心啊，才可以找到真正的生命。刚刚讲了法身啊，但是里面你必须从烦恼妄念里面去找，因为不对的里面可以看到对的啊，所以超越这个对立就找到绝对，这个意思。好，各位你们要自己发表吗？不过仁波切发给各位这个，因为跟我们平常翻译的内容多了两个字，那你喜欢哪一种都无所谓，那至少在这边先用这个，因为我们要的是重点，不是那几个字啊。那多学一种唱诵方法，也可以多度一些人啊。那这是我的习惯，在这边我就用这边的方法，就是如此吧。就像慈济功德会有时候找我去，我都会去，因为我想的是我不是要得到信徒，我没那个想法，只能说慈济信徒也是像我们父母一样，我现在是个出家人，我比较自在一点点，我应该把这个自在给他们，这样不分他是哪一个，包括印度教道教各种宗教，你要随顺他的方法啊。这个外在的思想不离开真理就好，但是目的呢，千万不要有一个拉信徒的想法，为了经济拉信徒，为了面子，或者为了做给谁看，这个都不需要啊。就像说各位在这边上七天，这里面多了一个菩萨，那这个社会诸佛多欢喜，多了一个菩萨，那是谁都可以做到了，愿不愿意而已啊！你要给自己说，我愿意，我可以。你不能说我会了再来。很多人有这个观念，我说你不要找我，我不会。你都很厉害，知道你不行了，你怎么不知道你行呢？啊，
你把妄念当真当法身了，你认为你不行，因为众生皆有佛性，众生哪一个不行呢？啊，所以各位要有这个伟大的见地，承担诸佛的事业，因为佛是已成佛，我是未成佛，这个叫菩提心菩萨戒，找到自己的金刚光明宝戒，这是本质具足的。但是你要去维护它，就是不要生气，要孝顺，要断恶修善，你就可以维护它。那当然首先你要认识你自己，原来菩提心才是我们的本体生命，这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以前的自私贪嗔痴我以及我所，那个是妄念，假的，害你的冤敌在这边啊！你就不要认错人。所以这一点各位要很肯定，去跟自己说这一点。所以我要随顺菩提心啊！就像仁波切讲的，身体可以死没关系，菩提心不要败坏掉。因为菩提心才是永恒真实的生命，那当然就大家在一起要分别，就是说当我们碰到境界的时候，对方已经有一点烦恼退转，你要提醒，这个离开菩提心赶快拉回来，你这样去提醒你自己，也这样去帮助别人啊，因为他已经离开这个鬼犯啊，归法就是一种慈悲心菩提心，这你要去实践的。但是你没有透过事情，就是说就像你请一个公司职员，你没有透过跟他两三个月做事，你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嘛。啊，他是自己要透过两三个月的做事来认为是自己到底是什么人啊，你可以做到什么阶段。所以我父亲从小会说，你进到一家公司你就准备要做总经理，要有这个想法去努力。那总经理再来，那就是老板。当你有资金的时候，你就是老板。但是你要努力。我父亲给我这个教育，我也真的很努力。啊，这是我的基因嘛。我凡事一定要做到最巅峰，就是老板旁边这个人。但不是踏过别人的头啊，记住啊，不用心机啊，是努力的、高效率的、短时间去完成。所以。那我想各位在这一点要养成这个习惯，所以你要经常观修这个四无量心。这四无量心不是说我去爱众生，是我就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怎么样圆满无碍广大灵感的去帮助众生，我就是去帮，要叫观啊。所以每一尊佛菩萨都用这样的去利益众生，你要习惯这种利他之心。就是佛心，用佛菩萨这样虔诚啊，那你养成这个习惯以后，你自我的这种妄念，刚才讲贪嗔痴就会消除掉，不能用想法做事情啊，不能用自己的，要把自己交给你念阿弥陀佛的，你念观音的，你念度母的，交给他，每件形象而去看。不过。我们蒙山师使有一句话，直下承担啊！你看到本师释迦牟尼佛，你不能说他不是你，你要让他跟你合为一体，南无圆满的敬未来际的生命，而不是你自己愿所有众生都跟我一样归命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圆满的大悲大智。那现在在实践了，你要一直提醒自己啊。所以事实上诸佛是一体的，只是为了方便显现，就像颜不一样颜色一样，所以这是一个方便。那你对每一尊都是一样如此，所以女生喜欢女相，男生喜欢男相啊，那都可以，但是你要跟他合为一体，这个叫咒，总持他的一切，你念他的心咒，就做他的行为，去帮助众生，那必须各位这样经常以做事的过程里面，刚刚讲了，你是个医生也好，你是个纸盒包装也好，你是个接电话，我就是阿弥陀佛，我已经在跟你用佛的话在，我因为我接电话，我就可以跟你，要保持正念，
那我为什么要跟你用佛的话？因为悲心，我帮助你完成这个事情，更要帮助你解脱成佛。你用那个心去跟他说话，任何一个动作没有贵贱之分吧？啊，那这个叫老实的、虔诚的信心。当然，在藏传佛教是把它浓缩在上师一个人身上，因为上师是活的，你比较容易学。但是现在这个末法是不容易的啊，但是不容易，好在我们汉人对地藏菩萨、对观音菩萨很信心很足。那我们这一派的还对不动佛，各位来拜不动佛、宝髻如来、无量威德很信心很足。OK， 啊，那你要抓得很紧，抓得很紧。所以，那这个紧的目的是要利益别人。那因为这样用这个去做事。去帮助佛教，啊，去帮助众生，那我想我们就在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老实说，我现在需要更多有开发能力的人，来大家承担这个任务，啊，因为我们这个慈悲置业，既然用慈悲这两个字叫大慈大悲，就要永不间断，法轮常转，死了再来，啊，所以。当然各位死了赶快先上品上身去净土还可以找来，因为这不是为谁在做事，这是我们共同归命菩提心啊，空性的菩提心，所以我们在做这个事情。好，回家，哎，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回向法会内外所有众生亡魂，个人身上各种冤亲债主，有情亡灵同享功德。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还有交代一点，眼睛看过去，马上嘿，山神谢谢你，这样树神、水神、土地神啊，虚空神、雨神，刚刚下雨了，你要一直跟这个世间，他就是你，你就是他，你可以，他可以，要合为一体。要做到自他无差别，融为一体，啊，那当然跟三树合在一起很容易。对人你就不愿意，这个讨厌，麦克巴恭维，那是你的分别心。你要开始想办法跟对方关心他融为一体，关心他跟他微笑，啊，亲切的问候他，跟内心不断的祈愿祝福对方。就像我们祝福仁波切，因为很容易祝福，因为他年纪大了，希望他更健康。希望他弘法在全世界，你很容易去祝福他。那一即一切，以对仁波切的方法，或者是对佛陀的方法去对待，哪怕一只小蚂蚁、众生。虽然这边不能做大烟供，一看到烟雾，我们做了几百场了，对不对？标准是将近150,000场的烟供了，在国际完全融入嗡阿吽啊，然后这些花草树木都得到利益。所以要让自己利用这个环境找到你自己，每一个环境都让你证入空性，证入法身，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快乐，就像各位你刚从阿尔卑斯山回来，你刚从极乐世界回来，请问能不能把快乐给对方，还可以给对方这个快乐。所以这几天各位要认真一点啊，回去以后做成绩表，对方看到我有没有一点快乐啊，有没有一点感千人迫切的味道啊？所以这个是要给自己一点精进的力量。好，阿弥陀佛。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